本周音乐万万岁邀请到被香港传媒誉为巨肺少女的邓紫棋。她在2008年出道就拿下了香港叱咤乐坛生力军女歌手的金奖女歌手，也是该奖项历年来最年轻以及第一位未成年的得奖者。现在我们就请邓紫棋为大家演唱90年代跨港台天后的经典歌曲。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我才发觉。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永远和你相遇。流泉随路转，流于山中转数圈，一片远远前往落叶，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。送你送你，祝福永不断，轻轻的飘，寻觅无边。大家好，为什么说谢谢我不知道了没有，其实他年纪非常的轻，今年才18岁。对，可是歌唱得非常好啊。对啊，谢谢。刚刚这两首歌都是很久以前的歌了，但是你都还没生出来就会唱了。异动的心，真的要介绍一下。对，异动的心，这个年纪比你还大，1987年的，大4岁，比我大。那你怎么会选这些歌呢？
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，我可以学以前很老的歌也可以啊。哦，可是这些歌是你比如说你的家人有听过，或者是你自己很喜欢叶倩文也好，或者是姜育恒吗？是因为以前妈妈跟外婆他们都是很喜欢音乐的，所以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就会常常听很多不同类型的歌啊。然后虽然那时候我很小，完全不明白他们在听什么，可是我都会跟着唱，就是哼唱那种。好像是四岁的时候才从上海搬回到香港。对对对，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妈妈在上海嘛，所以就四岁的时候我跟妈妈才一起飞去香港住的。是。所以比如说现在在背一些国语歌词会很难吗？我背歌词无论是国语还是广东话我都觉得很难，因为自己的记性不是很好，可是我觉得国语对我来说还可以，因为小时候会跟妈妈讲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安排的歌曲是这个，也是一个非常对你来讲也是蛮久远的歌，因为香港有很多歌手翻唱这个台湾的歌曲，他要唱的这个歌应该算是黄仲坤，原唱是黄仲坤，但是真正王菲翻了第二次，那第三次又有一个叫老爹迪克牛仔又翻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那广东话叫做爱与痛的边缘。 对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好，那你今天要唱国语的版本还是两个都会啊，一半一半。哇，那这样黄仲坤应该也会很恨你。没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，来听一下。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，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，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，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，这三年过得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爱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，当懂得只是以后回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存在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，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想跟我相恋，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，让我一等再等，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，情长如片痴恋难断，越是去想更是离乱，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，我有我的尊严，想再受损，无奈我心要变难变，道别再等也未如愿，
像雨滴凄短难断，如是去想更是凌乱，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，我有我的尊严，不想再受损，无奈我心要变难变，道别再等两岸三地啊，不像现在的网络啊这么发达，嗯，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歌都比较慢一点。确实是这样，可是你说到以前，你就要问我，对啊，这个是啊，你算是我们的那个前辈，前辈了。对啊，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唱片公司的时候，是那我们有一批这个歌手是从香港来的。是，包括梅艳芳，对，还有张国荣，对，那时候跟滚石唱片，他们就是有一些唱片公司的合作。是，那刚开始发行专辑的时候，就是用原来的他们的歌曲，然后变成甜蜜歪，对对 对，然后呢，就是用这个歌，然后就直接唱国语歌词。对对，可是当时好像并没有造成很多的回响，就是没有台湾的制作人帮他们量身定做。对，然后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有的，有一些磨合期啦。对对对，他后来比如说像梅艳芳，他后来就有很长期跟小虫老师一起合作。亲爱的人，亲爱的迷人，亲密的爱人、啊、对，然后包括林忆莲，对，他来台湾的第一张专辑是跟陈志远老师、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是，然后之后有很多，对，很多像是李宗盛，爱情它是个难题，叫人目眩神迷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演这个过去的历史给子琪看，就对了。我们两个是这个相声、对，还有叶倩文，对，他后来在风中，我还没讲完，我要讲他是跟哪些老师合作了、就是叶倩文呢，他是跟陈大力还有陈秀男老师。好，换你。陈大力，比较少听他们唱了。在这边讲一个小秘辛、也不是小秘辛了。张国荣呢拒绝再玩的这个歌的制作人是齐豫。真的假的、真的啊，所以你看那个音乐风格其实是完全不同。拒绝再玩的这个作曲是玉置浩二吗？对对 对，都听不懂哈、我在消化了现在。哎呦不错哦，哎呦没有，其实因为哦，我觉得音乐呢它都是需要一般像是接班，是你知道吗？对 啊， 对啊，所以我想呢，就是希望这个子琪的声音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听到他所有的努力。再来，他要挑的这一首歌，哎，唱这个原唱也唱得很好，又好听。这个是张宇跟十一郎的作品《囚鸟》。嗯，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很苦的心情，哎，你怎么去诠释？我用一个比较。鸟的心情不是因为没有经历太多、用一个比较没有经历太多的来表达，看看有什么新鲜的。可能是这个年纪还很轻，然后家里也管得比较严、就好像被关在家里、不能出去玩的、也对的心情。对对对，囚鸟，我觉得他好乐观哦。是，对、为什么你很开心啊？就是我很怕待会唱这个囚鸟，其实他是要非常的一个你知道沉重的心，可是他是会很开心的把它唱完。我不会偷笑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 听这首《囚鸟》。已经忘了天有
多高。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，不知还有谁能依靠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方式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对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子琪真的是一个很不可多得的这个天分很高的歌手。我上次看到他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上帝太不公平了。”对，所以其实唱歌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天分哦，上天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哦，是算是一个很小时候找到的兴趣。嗯，而且在香港呢，他可以算是这个新人王啊，所有的这个目光焦点都是在他身上。是，可是你在香港出唱片的时候的名字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香港有另外一个英文名字叫Jam G E M， 其实就有一个意思，就是 Get Everybody Moving， 也是一个我自己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做到的一个目标。然后听说在香港唱歌还把人家的喇叭唱坏了，你为什么有一个外号叫巨肺少女？
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戴爱玲就是铁肺公主嘛，对，那你就巨肺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来肺活量很，对，来一小段好不好，就一点点就好了，好，And I怎么这么快、我完全跟不上那个音乐，好厉害、有没有？我觉得他进入另外一个状况，你知道吗？他完全是不在乎外面，他就是很认真的唱完。厉害哦！对，你小时候哭很大声吗？会吗？我妈妈说小时候我一哭的时候就想要打死我。他乱讲的，他对我很好。那个声音啊，变真假音的变换，不是那么的。勉强，这个就是细腻度，说来就来，这就是天生的。是是是，对啊。来，但是今天都没有唱到新歌啊。哦，有啊，好不好？要来，现在要来唱什么歌？好、叫什么？叫《写不完的温柔》。写不完的温柔。心在颤。